展还是转变？这种白领呢，就到处可见了。你看他走路的样子，就知道他是一个很严肃的人。从他的穿衣模式来看，就知道他内心清高保守。微微皱的眉头呢，就代表着他对人对己啊，都有很严格的要求，不容许有一丝懈怠。你也会来学做蛋糕啊？我没有见过面吗？为什么我就不能来学做蛋糕？你啊，就是太感情用事了，把身边人都想得太好了。至少我知道你珍惜身边所拥有的。这个都没碰到，没珍惜的。小伙龙伟，为什么能这样呢？好啊，你敢不敢现在跟我结婚？你说，结就结，谁怕谁啊？我自我介绍是你姐姐的男朋友，我姓唐。就是因为你姐姐才不能来看我，也不能带我去医院看病，哥才是姐姐男朋友。什么？又是个坏人！我喜欢你。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？一旦发现你们的报道是实，我将会代表公司追究法律责任。到时候也希望你能明白我的立场。不管你怎么看我，我还是要你。啊，好了好了，别因为工作上的事伤了和气。我是好姐妹嘛，都忘了吗？不关你的事儿，你想什么？为什么我每一次跟你说陈真的事情，你就偏偏顾着他？他是我妹，我不顾他顾谁啊？他是你妹，又不是我妹，有什么了不起？要我怎么样？你要是对我有意见，你就直说。我长这么大，做什么事儿用不着你教。别耍小姐脾气好吗？去哪儿？让你管。这还不能决定吗？自己搞定了。青年，青年好。青年，你不记住吗？你再这样，我打电话报警哦。我就是。啊！记住我干什么？你想报复我？你的结婚戒指是假的呢？还问到这些，你怎么不能记住呢？你知道没希望。各自都经历了很多的考验，不同的波折，尝遍了很多的甜酸苦辣，才走到今天。